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7月12日的英文新闻。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大家都很关心，可是相信也都已经知道的，就是我们的1000万剂疫苗要来了。好，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好像有听说是9月跟10月。好，他上了 The Guardian 的新闻。 Major Taiwanese tech companies have inked a deal to buy 10 million vaccine doses for Taiwan.Sidestepping months of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wrangling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好，主要的台湾的啊 ，Tech 这边只是科技公司，那大家都知道是哪两家，就是台积电跟鸿海。好，动词的话是 have inked， 这个 inked 这边 ink 本来是墨水，好，这边动词的时候就是当签的什么意思，签约的意思。要 inked a deal， deal 就是一项约定，好，就签了一项约定。这个签约定要干嘛呢？ To buy， 去买。好，这里 10 million 就是1000万。好， vaccine doses， dose 就是一剂两剂，那有没有一剂疫苗两剂疫苗，那买了1000万剂要给台湾。好，那 sidestep 是回避的意思，避免了什么事情呢？这个整个去修饰这一件事情。好，这前面讲这个句子 sidestepping months of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wrangling， 好，好几个月的 complicated 复杂的，好， geopolitical 就是政治地理政治学的，就是在讲台湾跟北京啊，这种地理政治学的。好， wrangling 指的是争辩争论，好，在北京跟台北之间的一些争论，就总之把它避免掉了，然后呢把疫苗买到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看一次。 Major Taiwanese tech companies have inked a deal to buy 10 million vaccine doses for Taiwan, sidestepping months of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wrangling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好，那我们看一下单字不多，第一个 ink 就是签名的意思啊，名词是墨水，动词是签名。第二个 sidestep 动词回避。第三个 geopolitical 它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地理政治学的。前面这个 geo 指的是 geography 地理，那 political 是政治的啊，合起来地理政治学的。第四个 wrangling 名词争论，好，就是争议争论这样的意思。好，再来就是昨天有讲那个英国对意大利呢，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结果呢？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The Italian national team has won the 2020 men's European soccer championship against England, finishing out a strong season and stopping England from a would-be historic international w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over half a century. 哦 ，NPR 的新闻，意大利赢了，好，意大利国家队。主持动词赢得了，赢得什么受持2020年男子的欧洲足球冠军赛。好，有没有注意到在英式英文的时候呢，我们前几天看到好像是 BBC 还是 The Guardian 的新闻，它是用 football， 但是美式英文的话注意一下会用 soccer 这个字，所以英式英文用 football 相当于美式英文的 soccer， NPR 是美国的新闻，所以这边 soccer 跟英式的 football 是一样的，都是足球赛。好，冠军赛对抗谁呢？对抗英格兰。虽然女王有传讯息去加持，但是还是没有用，还是输掉了。然后你知道他们，就是尤其是男生对这个都是非常愤慨的。杰西的英国朋友在脸书上也发表了他的感想，这样子。好，那 finishing 这边的话指的是谁呢？意大利。好，意大利 finishing 这个分词构句指的是意大利，它结束了一个 strong season， 一个很强壮强而有力的季赛。好，这个季赛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他们很夸张，他们连续赢了33场，加上这一场是34场，连续赢34场，所以他们不拿冠军谁拿冠军呢？好，然后呢结束了这个冠军赛，就是啊结束就是他们很有力的这一季的季赛，然后呢阻止了英国什么事情呢？ From a would be 就是
本来会是怎么样的，原本会是怎么样的，将会是怎么样的。好， history 历史性的，好，国际的，好，赢球 赢得比赛。这是我的手机还是我的笔电的，对不起，我的他不知道听到我讲了什么，我有问了一个问题，然后我的 iPad 就刚刚就回答我问题，说他不知道答案，我是不是说了为什么呢？好，我不知道，来回来，总之呢，这边呢，这个历史性的国际的赛事，好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然后 in over half a century， 我们昨天有讲到，他是超过55年没有赢得冠军了，55年很久啊。好，所以差一点赢得冠军，但是没有，还是季军，那就差很多了。好，我们再看一次。The Italian national team has won the 2020 men's European soccer championship against England, finishing out a strong season and stopping England from a would-be historic international w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over half a century. 好 ，half 我刚刚是没讲到 ，half 是一半。好 ，a century 就是一百年，一百年的一半就是50年。好，超过50年。实际上是55年。好，第一个 championship 就是冠军赛，冠军的意思。第二个 would be 就想要做什么，他们想要原本可能想要达到怎么样的，但是没有达到了。好，未来的。第三个 historic 形容词，有历史意义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怕的，夏天到了，什么东西很多，打雷闪电很多。好，打雷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些事情，不要在雨中，不要在树下，不要很多事情。好，我现在看到这个我就吓到了。好，我们先讲 再说为什么我吓到。 A lightning strike killed at least 11 people and injured many more in the northern city of Jaipur on Sunday. 好， lightning 就是闪电，好， strike 就是打击，好，闪电的打击，哎呀，这边我写错了，杀死了至少11个人，然后让更多人受伤，好像20几个人。好，在哪里呢？在这个北部的一个城市，在叫做奇普尔，在礼拜天，这个是在印度的城市。好，所以在雨中 打雷，杀死了11个人，让很多人受伤了。The victims were taking selfies in the rain atop a watchtower at the 12th century.Emmer Fort, a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 好， victim 就是受难者，这些受害者、受难者，当时正在干嘛呢？在自拍。好， take a selfie 叫做自拍，当时在自拍。好，在雨中，然后在什么上面呢？在一个看台，有没有？在一个 观望塔的上面。好，在这个是12世纪的一个叫做琥珀堡。好，琥珀堡叫 Emmer Fort， 或者也有叫 Amber Fort。 好，这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景点。好， popular 热门的 tourist 游客 attraction， 昨天好像也有看到观光景点这样子。好，所以呢，雨中赶快去避雨了。好，这个是 BBC 的新闻，那上面有写说，它上面你也可以点进去看，教你怎么样不要被雷击到，打雷闪电的时候 要怎么办。杰西为什么突然觉得很害怕呢？就是夏天我常会去游泳，游泳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下起雨来了。那照按理来讲，规定下雨的时候是不能游泳的，可是下小雨的时候我都不管，有时候就还是继续游。那万一闪电的时候就很可怕了，所以大家遇到闪电打雷的时候赶快躲远一点，好，不要在空旷的地方这样子。他还有教你万一你在空旷的地方要怎么办。A lightning strike killed at least 11 people and injured many more in the northern city of Jaipur on Sunday. The victims were taking selfies in the rain atop a watchtower at the 12th century Emmer Fort, a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 好，啊，这个 a popular 刚忘记讲，这是同位格。好，这个热门的景点就是这个琥珀堡，这样的意思。好，那这个是当时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正在干嘛？正在拍做自拍，所以这边用过去进行式这样子。好，第一个 lightning 名词，闪电。好，那我刚刚说我错了，就是这个 strike， 因为 lightning strike 是一起的。
好，所以这边的 strike 是当名词，它也可以当动词，就是打击击的意思。那这边当名词，也就是击打，闪电的这个电击这样子。好，第三个 victim 罹难者、受害者都可以叫 victim。好，就是对，就是你看到什么事件、什么灾难、死亡什么的都可以。那 victim 的话，它不一定是死掉的，它可能是活着，但是它是受害者这样子啊。罹难者当然就是死掉的。好 ，take selfies， 好，只要是一个的话，拍一张自拍，好 ，take a selfie。好，那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电影里面有看到明星啊 ，Can we take a selfie？ 我们能不能一起拍一张自拍这样子？好，第五个 atop， 机器词在什么什么上面？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The Guardian 的新闻，讲到加州，好，就是在美国跟加拿大的东部。哎，不对，西部，我加州在西部，说温哥华、加州啊，这都在西部啊。现在就很严重，因为 heat wave， 因为热浪。好 ，firefighters struggle to contain an exploding Northern California wildfire under blazing temperatures as another heat wave blanketed the West, prompting an excessive heat warning for inland and desert areas.Firefighters 这边忘记翻译，就是消防队员。他 struggle 就是奋斗努力啊，就是做什么挣扎这样。他努力奋斗的要怎么样 ？Contain 的话，这边是控制住，好，抑制住一个 exploding Northern California wildfire， 就是野火 wildfire， 就是野火，就是他们有很多森林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会产生，就是会烧起来，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有时候闪电打雷也会造成火灾，所以这个野火加州去年也是很严重。好，那这个 exploding 这边爆发，好，就是指的很严重的野火的意思。好 ，under blazing temperature，blazing 的话就是很热，它指的很强烈、很热的意思，好，非常炎热的温度。好，好像不知道有摸到50度了。它就是一直加上去。我昨天在新闻好像看到，不知道哪里好像有50度了。好 ，as another heat wave blanketed the West。好，当什么什么的同时呢？当这个热浪，好 ，blanketed 本来是毯子，那就是整个盖住的意思。热浪整个盖住西部，他们还有用 heat dome。D-O-M-E 就是那个圆顶这样子整个罩住，这样也有这样的用法。好 prompting 导致这个 excessive， 好 excessive 的话它本来是过度的，就是这边指的是就是一定要有的这个热浪的警告。好，给谁呢？给 inland 就是内陆的，还有一些 desert areas，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原来加州也有一些，就是 desert 的话指的是沙漠，好，他们有一些沙漠区域，就是对于很干的地区还有内陆的话都特别就是要他们警告，他们要注意要小心的意思。好，我们再看一次 Firefighters struggle to contain an exploding Northern California wildfire under blazing temperatures as another heat wave blanketed the West, prompting an excessive heat warningfor inland and desert areas. 好，第一个 struggle 动词奋斗，第二个 contain 动词控制住抑制住，第三个 exploding 名词爆发。好，第四个 wildfire 名词野火，第五个 blazing 好炙热的强烈的，第六个 blanket 动词，好，就是层层盖住这样的意思，第七个 prompt 动词引起，第八个 excessive 过度的。好，第九个 inland 指的是内陆的。哦，今天多看一个，就是呢这个之前有讲过这个 Richard Branson， 好，他是维珍的 CEO， 他终于飞上太空了，在 Jeff Bezos 之前9天。好，9天之后就会听到 Jeff Bezos 的新闻，他否认他要跟 Jeff Bezos 竞争。好，就是 Jeff Bezos 是那个亚马逊的那个总裁，已经下台了，他已经退休了这样子。好， Richard Branson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to ride into space
aboard a rocket he helped fund. The supersonic space plane developed by his company, Virgin Galactic, rolled into the sky over New Mexico early Sunday, carrying Branson and three fellow crew members. 这是 CNN 的新闻，可能有点错，等一下跟大家讲哪里错。好 ，Richard Branson 就是理查德·布兰森，好 ，became 变成了第一个人，好，怎么样的第一个人呢？搭乘到太空 ，on aboard a rocket，aboard 的话就是在船上，在什么交通工具上，好，在飞机上，好，啊、不是在这个 rocket 是火箭，他搭乘这个火箭。怎么样的火箭呢？这边是一个形容词词句，他帮助出资的，所以从来没有人搭乘过自己出钱的、自己出资的那个上去。有啦，快要有第二个了 ，Jeff Bezos 就是第二个。所以你看，他要抢在他之前，因为 Jeff Bezos 先把日期公告出来了，那他可能听到之后不行，怎么可能比我还早？我先这样子，所以他就变成第一个了。好 ，the supersonic 是超音速的这个飞机。好 ，developed by his company 是由他的公司就是发展的，好就是发明的这样子。好，那他的公司是哪一家公司呢？就是这个维珍银河。那这边的话，主持是这个飞机啊。这个 developed by his company 是一个分词片语。修饰这个 plan， 好 ，which was developed，which 省略掉 ，was 省略掉。好，动词是这边飞机怎么样 ？rode 指的是呼啸上天。好，在哪里呢？在墨西哥，新墨西哥，在礼拜天的早上。好，那这个这一架飞机呢，怎么样呢？这里又是一个分词片语修饰它。好，刚刚它是被发展出来的，对不对？那这边的话是他主动载着，所以用 carrying 用现在分词的分词构句修饰这架飞机，载着 Branson 跟其他三个 fellow 就是同伴的，好 crew members 的话就是整个全体的机组人员这样子在飞机上。然后呢，这里的话，因为他写他跟三个，但是我看到别的新闻都是说五个，好一二三四，还有两个可能在开飞机，他们这 CNN 只有。因为 CNN 我有看今天的影片，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这影片，觉得还蛮正蛮赞的。好，尤其那个飞机整个哎脱离母机的时候，我觉得好帅。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在飞机上这样看到的是只有三个人，可是应该还有两个人没看到他，所以他说错了，应该是五个人才对，总共应该是 Branson 跟另外五个。好，我觉得啦。好，那我们再把最后看完。Richard Branson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to ride into space aboard a rocket he helped fund. The supersonic space plane developed by his company, Virgin Galactic, rode into the sky over New Mexico early Sunday, carrying Branson and three fellow crew members. 好，这是 CNN 的新闻，大家不知道跟我一样。为什么在美国升空呢？还是因为那边地理环境比较好？我也不知道。好的，因为他是英国人 ，Richard Branson 是英国人 ，Jeff Bezos 是美国人。刚忘记解释这个 helped fund。好，这边是动词，为什么后面又加动词呢？因为 help 这个字，它后面可以直接加动词原形，也有时候也有加 to 的时候，但是大部分我们都直接后面就可以加动词原形了，这样子。好，第一个 aboard。就是在交通工具上，副词。第二个 fund 它是动词，好，赞助资金资助。好，第三个 supersonic 形容词，超音速的。第四个 roll 它当动词，还有吼叫的意思，它有交通工具这样呼啸而行，你可以听这样子。fellow 形容词，同伴的，好，你的 fellow 什么什么什么的。第六个 crew member 好搭。是 CNN 啦，但是我不知道，其实你看这样它就没有了，对不对？可是 CNN 的我有看确定 CNN 是把它放在一起的，我查字典里面也是分开的 crew member
好，或者是工作人员、机组人员这样子。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跟杰西一起看完今天的新闻，希望大家都有点收获。喜欢的话，欢迎按赞。杰西有脸书 blog 跟 YouTube 频道，都欢迎订阅、追踪、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